北京德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从事核带文化的拍摄制作、广告策划、版权播映及音像制品的出版发行、批发零售等业务。该公司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宗旨，以全民健身为基础，特邀著名太极拳家、国际级武术裁判、中华武林百杰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德印先生为总策划，制作出版了一大批太极拳、剑刀、枪棒、棍等各种器械武术教学音像制品，同时又与社会各界名流整合，制作出版影视产品、音乐教学、国画系列、舞蹈系列、性保健系列及饮食系列等各种音像制品，是您生活、健身、娱乐的好导师。您可以利用各种方式选购，德印商务网www.art818.com， 邮编100083，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3号院1号楼103室，电话8208-13326349-0434，联系人田素学、陈德军。
现在我开始讲由王培生先生传吴氏太极拳三十七式，共分八小段。第一段五式，第一式太极起式，第二揽雀尾，第三搂膝要步，第四手回琵琶，第五野马分鬃。下面由丁奇做演示。Thank you.
下面我开始讲第一小段的分解动作。在讲分解动作之前，我先把吴式太极拳的特点和要求简单的介绍一下。吴式太极拳的特点是穿字步，哎，穿字步。所谓的穿字步的话呢，就是两个脚都是直的，哎，不出现这样丁八步，哎，穿字步。分正步和雨步，正步的要求，一般的正规的要求是往前出一脚，横开一脚，再过来这个方块，这个方块的话呢，这个雨脚这点地方是脚跟的地方，哎，后边的脚的呢是脚尖的地方，哎，这个正步的一般的要求是这样的，哎。另外的话呢，就是根据你这个自己的条件，哎，如果你基本功好，还可以把步子，哎，放大一些，哎，放大一些的话呢，主要就是说这个度数在30度左右，哎，就别超过这个度数去，哎，你这个我刚才在这会儿，哎，你还可以往前顺着这个30度角往前迈，哎。这是一个，另外还有雨步，这雨步的要求的话呢，一般的要求是往前出半脚，哎，横开呢一脚半，成一个长方形的，同样也是脚跟搁在这脚上，哎，脚尖是到这脚上，也是两个脚是平行的，哎，你像这个野马分鬃啊。这个一举穿梭呀，这个有的动作啊就是雨步，哎，这个拳要求，哎，不要攥死了，哎，松着攥，松着攥的话呢，就是肌肉不紧张。如果你要攥死了，这肌肉紧张，咱们，这个太极拳，吴式太极拳要求攥空拳。哎，掌也是，哎，虎口，一般的都给它撑圆，手很自然的离个点空隙就行了，不要拿着劲儿，哎，钩子也是，这个钩子的话呢，就是往下一垂，就是一垂就行了，也不要攥成这样的，也不要攥成这样的，就这一垂就行了，哎。这个简单的这个步行，手型，就介绍到这样。下边呢，我开始讲第一式太极起式。太极起式呢，它的动作要领的话呢，一般都是，双目平视，就是往远了看。完了之后的话呢，你眼睛稍微的重心往右移，完了再往回来啊。重心现在全都倒在右腿上了，出左步。这个距离基本上是跟肩宽，哎，一点一点往下落。完了以后，双背往前起，很松的，手往下垂，很松的，
起来，要跟肩一边平就行了，这腕这点地方稍微比肩高一点儿。往下走的时候呢，想着手往斜下插，斜下插，哎，插到什么呢？到45度，跟水平，跟地成水平，我会撤肘，屈膝下蹲。下蹲的时候要求直上直下的，不要往前倾，往后仰。大指，哎，到风市穴，就是你这个膝关节跟你这个胯关节的中间，哎，手指朝前就行了。这个起势的动作要领就是这样。下边的话呢，就是揽雀尾了，哎，揽雀尾的话，从这开始啊，重心往右移啊，左手呢，走一个弧形上去，啊，走一个弧形上去，现在右移，全都移到右腿上来了，这腿是虚的了。大指要跟鼻子尖儿相对，完了要大指做轴，向里转手，啊。面向自己了，哎，右手往上去，右手往去，这个要点就是呢，把你这个食指指在肘尖这儿，这个大指呢跟胸口窝这儿对上，哎，松一下右肩，出左步，哎，刚才我说的这就是，哎，正步，先落脚掌，进七，完了以后一个打挤的动作，往前松。落在前腿上，这个动作的话呢，要求的话重心全都在前腿，后腿的话呢能抬起来，哎，虚而不抬，重心全都落在这条腿，这是个打挤动作。这成一个呢，这样看是一个斜面，身呢还要正，这个鼻尖、膝盖尖、脚尖在一条线上，由前面看在一条线上，由侧面看也是在一条线，不能过，哎，在一条线。由后边看的话呢，你这个尾肋骨要跟你后边这个脚跟相对，你这相对完了以后，你这腿就能拿起来了，哎，往下边的话呢，往上转，右手往上抬，抬到跟你这眼睛一边平了，转腰，哎，无师太极拳的特点还有一个就是。不倒重心，啊，转的时候这重心还在左腿，哎，你觉得腿一掰的了，顺着腰，哎，顺着腰转，顺着腰转，不要形成什么呀？这面转，哎，这个就是说的话呢，你是有意识的转，哎，到时候它不稳，啊，往上，啊，转，转，转，啊，随着腰到正膝。回来收右脚跟，这要成一个刚才的这个冲正南，这个冲正西，又一个抱旗星。哎，往下来的话还落脚掌，这有一个打挤，蹬后脚，跟刚才那边的动作是一样的，就是这边一个，这边一个，嗯，两个打挤了之后。想着从这个右手，从大指一个把这舒展开去，舒展开。哎，这个时候的话呢，你看后腿能抬起来，而不抬。到了极点了以后，三件还得相照，不能过。舒展开了以后，我会左腰，我回捋，啊，转腰，向右转。收腹，翘脚，注意这点地方要要求力，不要这样转，哎，立身啊，立身，这空胸收腹，空胸收腹，落脚掌，这往前去有一个意念，就有一个靠的劲儿，就这个有一个靠劲儿，哎，含着意就行了，啊，捧出去，哎。跟刚才一样，完了一个反踩，收腹翘脚，背还继续往前长，回了岸，向左转，哎，再向右转，啊，
立党，蓝拳尾到这儿，下边弄消部，把这个手，现在要求一个注意这个，我这个腕部要到这儿来，腕部要到这儿来啊，到这儿来你就得往前伸，哎，别缩着，缩着你就这个腿不好抬，注意啊，腕头往前松，看了。两个食指相接的时候，回头，到正东方向啊，把这个左手伸到雨部，立身，落脚掌，近七，蹬后脚，踏掌，哎。这是第一个搂胸部，一共走三个。往下走的时候呢，要往下，啊，这个腰部要往下，往前想着往远了按，左手呢往上提，虎口跟耳门，完了以后走一个立圈，腰往起立，再出步，再立身，往正东看，落脚掌，近七。跟那边是一样的动作，就是相反，翘中指，踏掌，再走一个，啊，这都是重复的了，立腰，迈步如猫行，脚踏如薄冰，虚实好分清，哎，走，好，走三个，下面走手回琵琶，走手回琵琶的时候注意，手留下，背往后靠啊。完了，向左画一小弧，左手往上走一个弧形，又是一个抱七星的动作。下面走，转腰。啊，手回琵琶，到这鱼角以后，立身，根部，重心倒到右腿，手回琵琶完事，往下走，野马分鬃往下，右手找左耳门。左手找右膝，阳陵拳开步，这是雨步，注意往下走，两个手同时往起抬，手心相合的时候回头转腰，一眼想着往远了放，这一靠啊，完了转腰看一下右膝，再看一下左膝啊，转腰，立身，出步，再走一个野马分鬃。两手相合的时候，眼神回头，这是一个靠，就是一个靠劲儿，哎，好。第二段共分四式。第六，玉女穿梭；第七，肘底看锤；第八，金鸡独立；第九，倒撵猴。Thank you.
我开始讲第二段的动作注意事项。由第一段的野马分鬃开始。现在的话呢，野马分鬃刚才是从这个方向，这是一靠，这是一个完整的野马分鬃。现在咱们啊，这个太极拳里边不管哪家的太极拳，这个野马分鬃啊基本上都有。就无师太极拳的野马分鬃，它的积极作用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老前辈啊，他组装这套路的时候啊，他都有一个积极意念，就是太极拳嘛，它本身就属于武术范畴。这个野马分鬃呢，就是对方啊就好像打自己嘴巴，打自己嘴巴时候，打自己嘴巴时候，咱们是不是野马分鬃不有这么一往下蹲吗？往下蹲吗？啊，往下蹲的时候，这个步要开，这个肩呢，它这已经过去了，这个肩找它这肩窝，找它这肩窝，找肩窝以后呢，完了往回一回头，这一回头就给它靠出去，这就走的时候呢，啪，唰，我一回头。这个动作的话，简单的动作就是这么个动作。下边的话呢，我从这头开始，下边走，手往下一垂，肘右肘，上步的时候记住了，这个背往前上，不要站上，上，收回来就开步，这是雨步。脚跟先着地，完了这会儿往前弓，我回坐腰，从小指一个一个转，坐到后腿往前弓步出掌，到了鱼角，完了到正方向，注意这个，左手意念往上学，右手意念往下，就好像一个柱子，一个柱子，这个两条龙盘，这头往这边盘，这个往这边盘，重心在左腿，虚，这个手指要在你这个右眼的大眼角。往回转腰，往回转腰，眼神别动，到这儿撑的时候回头撤步，这个步要接着往大撤，这是雨步，把前脚落正，弓步，后脚掌跺轴往后蹬，往后跺，也是有小指，撤，往这儿按，到这鱼角接一个野马分鬃，右手往上抬，把后腿抬虚了而不抬，抬虚了而不离地，重心再往后移，往正西摆正，往下再加一个野马分鬃，向右转腰，开步往前弓，这有一个靠，跟刚才咱们说的那一样，回头往下松，想着摸膝，摸膝扣，左掌找右肘，右肘往前推，把腰拉开，把步子拉上来，回出步，弓出去，后靠，从小指一个往前转，往下捞，往前推掌，往这转，到这鱼角转正，
后脚收脚跟，这儿胸要空，肋要松，重心全在左腿，右腿能抬而不抬，我会转腰，回头撤步，这个玉女穿梭是对角的，嗯，到了前腿以后蹬后脚，嗯，弓出去，从小指一个一个靠拢转，往前看，打出去，好，但是玉女穿梭到这儿就完了，下边接肘底看锤，由掌变拳啊，重心往前移啊，往后坐腰，左拳要往右斜了打，右拳在左肘的下边，好，下面走，筋脊独立，往前松，这是有一个扣掌，啊，扣，转腰滚掌，嗯，往上调掌，往下，左掌往下，筋脊独立，腿要高提，往下屈。对称的，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啊，这个掌往这儿走，这是往斜成一条线，完了转腰，左掌往上，右掌往下，提膝，高提，下肢走大鸟猴。松左手指，松腕，右手往上起，往前踏掌，往后撤步，手要不要往外一展，左手往前松，注意这个势要立，不要哈腰，不要哈腰，左手心找右脚尖儿，完了再摸膝，摸右膝，完了摸左膝，展手，抽胯，开胯，往后，松腰，往后靠。这是相反的，右手手心找左脚脚尖儿，找完脚尖就找左膝，找完左膝。就找右膝抽胯开胯斩手，走，下边都是重复动作了，这一共是走五个，哎，重复动作，左手找右脚尖摸右膝，再摸左膝，抽右胯开右胯斩左手，松，再做一个，这不要起身，哎，踏掌，嗯，现在我把第二段的肘底看锤和倒鸟猴的积极作用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嗯，这个假使对方出中拳打我，哎，我的话呢转腰，你看看转腰往这儿走，啊，这手不是往这儿来的吗，这手完以后往后坐，这手从这儿打啊，
这个东西就是说呢，完了咱们刚才是这样啊，这要斜的，为什么要斜的？就是前辈的组合的这个就是这个意义念的嘛，就是把对方总往斜上捋，不要往正上捋，往正捋就撞自己身了。他往斜了呢，你看他这正好，这点就是往后一坐，这点是打他这点地方，这点活就出来了，这样好打，打正了都不好打。这点是，我说，嘿，这么作用，哎，简单的作用就是这么。还有这个倒撵猴，倒撵猴的话呢，这个掌，你看咱们这个掌嘛，啊这样，斩掌回来，这一般的，这个老套路里没有这个斩首，这个通过王老，这个发挥，这个。积极作用，在他这么多年总结出来的，啊，这个倒撵猴的话呢，也是，假使啊，对方也是来了，他攥着我，或我就攥着他，这个时候的话呢，你就不要想拽他，你拽他你就起来了，你就想着这个手啊，找我的膝，你看，找膝完了以后往这一展，你看。不是，哎，这一展，你看这头就过来了，这头过来这儿打，这个手打他这个一峰，啊，这个手也是，哎，他攥着我，我攥着他，摸这膝，啊，摸这膝往这儿打，咱们都做动作，刚才不是这样吗？啊，这儿打。这手来了，往这儿走，往这儿展，他这脖子就过来了，使这手呢斜着打，正好打在这个正好打在这个遗风这点地儿，撤，啊，这个简单的积极作用，啊，就是这些。